实物图。那这款衣服呢分片来编织，前片和后片，前片的编织方法和后片的编织方法大体都是一样的，我们学会一片的编织啊，后片呢我们就跟着编就可以了。那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领窝和后领窝的编织方法是不一样的，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会具体给大家分着来讲。那这款衣服呢我们是从底部向上来编织的，那底部呢是先用钩针钩出这样相同的几朵花之后，然后我们通过减针和加针的方法向上编织，编织到腰部的时候呢我们织一个这个扭花单螺纹啊，实物是非常美观的。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小燕子收针织腋下的这个袖口部分。那织这个大概我这个衣服啊大概在6厘米左右呢我这里开始挖领窝。这是这个衣服的整体。这件衣服的肥瘦主要取决于底部的花片数量以及在花片上挑的针数。那长度呢主要取决于我们平针的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想让这个衣服长一些的话呢，我们这一部分呢可以多织一些，如果想让它短一些的话呢就短一些，这个根据我们宝宝的实际身高我们来比较着织就可以了。及整体花片的图解部分，环状起头逆时针向外钩织，整个花片分了两个部分，花朵和花托部分。之后的讲解分解图解也会给大家一一列出，方便大家学习。好，我们拿出所需要的线材呢开始来钩织花片。那花片的钩织呢我们先看一下如何来拿线和拿针。那线呢是我们右手捏住线头的根部，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食指挑过线，中指和拇指捏住线头5厘米处就可以了。那右手拿起钩针，在食指和拇指这一段线的下方放在这里，然后逆时针绕一圈。这时候呢我们右手可以固定一下这个线圈，左手的中指和拇指尽量的把这个线圈撑的稍微大一些撑的稍微大一些。好，转动钩针把线勾过来。这时候呢我们右手固定住这个线圈，左手的中指和拇指呢稍微往上捏住也是固定一下线圈的根部，右手转动钩针把线勾过来，然后撑紧。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固定住了。我们下面开始钩织。那第一针钩织的这一针叫做锁针，那这一针不算，那我们再钩织3针锁针。好，转动钩针1针，转动钩针勾过来2针，转动钩针勾过来3针。好，这就是3针小辫针，也叫做3针锁针。下面我们用记号扣，拿一个记号扣，在第3个锁针上面做一个记号。好，这样的。下面我们开始钩织长针，一共在这个洞里面呢要钩出15针长针。那长针的钩织方法是转动钩针插到我们这个线圈当中，好，进针，然后把线勾过来。勾的时候呢把这个线勾过来要撑的稍微长一些，这样的。然后左手中指和拇指捏住这个根部，再转动钩针。大家看一下这个钩针上现在是3个线圈，然后转动钩针我们2个线圈并在一起，2针并1针，然后再转动钩针2针并1针
啊，这样呢，大家看一下，像一个立柱一样的，这个就是一针长针。我们再绕线，再从这个洞里进针，把线拉过来，好，两针并一针，两针并一针，这就是一针长针。我们按照这个方法重复钩织出下面所需要的针数。我们这个花片的大小呢，不管是几岁的宝宝，我们钩织的方法和数量，起针的数量都是一样的，我们跟着视频来钩织就可以了。不同的地方呢，我会给大家讲的时候简单的给大家做个介绍。好，我们就按这个方法从这个洞里面一共勾出15针长针。好，我们勾到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我没数着，现在可以数一下。这一个立柱就是一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好，13针。下面绕线14针，绕线15针。15针钩织完成之后呢，我们把线圈的尾线抻紧，把这个线圈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看一下，这是第一圈的编织方法。那算上我们起立针，也就是3针锁针，这个洞里面呢一共是钩了16针。那这一针三针锁针构成的这一针呢，我们也叫做一针长针。那整个线圈内部呢，一共是16针长针。这时候呢，我们要在小别针别的这一针里面做一个眼拔连接，好，直接进来，然后把胶扣拿下来，把线勾过来，啊，勾过来之后再勾一下，那这样呢就连接上了。下面我们再勾一针的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啊，然后再从眼拔穿过的这个洞里面勾织出一针短针。短针的勾法是不用绕线，直接在这个洞里进针，勾出一针短，勾出一个线圈，两针并一针就是一针短针。我们在短针对应的小辫针里这个上方做一个记号，那这就是第二圈的开头部分。那下面呢，我们开始勾渔网针。那渔网针的钩织方法呢，是两个短针中间有三个小辫针连接。好，这是一针短针，那我再勾三针的小辫针，一针，两针，三针。好，三针小辫针钩织完成之后，我们大家看一下，侧面会有一个个的这样的像小辫子形状的这个锁针，那我们就隔一个勾一个短针啊，隔一个，这里面不勾，那在这里面进针。好，进针之后呢，把线拉过来勾一针短针，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再勾三针的锁针，也叫小辫针，然后再隔一针，从下一针里面勾一针短针，这样的。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把这一圈钩织完成。
好，我们这渔网针呢一共是钩八个，大家数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五六七，现在是七个，那还剩一个，我们再钩三针的锁针。好，最后一个渔网针，我们看一下下面，这是一针小辫子，那这个还有一个小辫子，这个小辫子是我们钩引拔的时候会多出这样一个来，这个不用管它，那我们就隔一个，那从记号扣的这个地方进针啊，进针把记号扣拿下来，好，拿下来之后，我们记号扣这个地方是一针短针对应的锁针，那我们拿下来勾一针引拔，引拔针呢是先勾过来然后再勾一下，那这样呢就是一针的引拔针，第二圈就钩制完成了。那下面呢我们要在第二圈的这个渔网针里面勾出贝壳花，那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先勾出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再从引拔穿过的这个洞里面进针勾出一针短针勾出一针短针，然后再借助记号扣，我们在短针对应的锁针里面做一个记号。下面我们把针放在第一个渔网针里面，把线拉过来，好，拉过来之后呢我们勾一针这个引拔针，好，下面我们从这个洞里面进针勾出一针短针，好，这个一针短针，然后绕线进针，把线勾过来，我们这三针呢勾一针勾一针，这就是半个长针，半个长针。好，下面我们再绕线进针勾出五针长针，一针一针长针，两针两针长针，三针三针长针，四针长针，好，五针长针，再绕线，我们下面再勾半个长针，把线绕过来，三针并一针，这就是半个长针，然后再从这个洞里面进针勾一个短针，好，这个比较多，我们看一下，那这个贝壳花呢是先勾一针短针，勾一针半个长针，然后再勾五个长针，然后下面是半个长针一个短针，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贝壳花。那下面我们的花瓣呢都是这样来钩织的，只是呢我们在相邻的这个渔网进针呢先勾出一针短针来，那这个渔网呢就不勾贝壳花，那下面再勾，再从这里面勾，勾出刚才这个贝壳花勾一针勾一针短针勾一针短针绕线这一针半个长针也叫中长针勾一针中长针，然后再勾五针长针绕线，两针并一针两针并一针，这就是一个长针，再绕线，那我们就直接勾出五个长针，是两个长针三个长针四个长针五个长针，好，然后绕线再勾一针中长针，然后再进针勾一针短针，这就是贝壳花的钩织方法，这样呢就一个花片就钩织完成了。那下一个渔网针里面呢就勾一针短针直接在洞里面进针勾出一针短针这样的，然后在下面这个里面呢勾贝壳花一针短针，绕线勾一针中长针，再绕线勾五个长针，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然后绕线勾一针中长针，中长针就是三针并一针，中长针的长度要比长针呢短，然后再勾一针短针，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弧度，这就是一个花片。那下面呢，我们从下一个渔网针里面勾一针短针就可以了啊，然后在下面一个渔网针里面呢勾贝壳花，一个短针，一个中长针，绕线勾出五针长针，一针，两针，三针，四针，绕线，然后五针，绕线，然后勾一针中长针，再进针勾出一针短针，勾短针的时候不用绕线，这样的，然后从下一个洞里面勾一针短针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这个一圈呢就完成了，这是第三圈的编织。那我们在要做一个首尾连接，在交扣这个位置进针，把交扣拿下来。好，拿下来之后把线勾过来再勾一下，那这样呢就是一针的锁针，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下面我们在勾第四圈的时候呢，也需要勾一排的这个花，就是渔网针。那渔网针的钩织方法，进针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进针啊，大家看一下，进针呢我们要在第二排进针的地方勾出的这个短针里面啊，这是一针短针，那这两针短针呢中间有三针小辫针连接，那这边也是就是渔网针连接的这个两边的短针上进针。那进针的方法不是这样直接进针了，而是勾一个外勾或者是内勾，这样来勾过来，然后这样勾，那就是从这是正面，那从反面勾呢，就是这是短针，就直接这样进针就可以了。我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贝壳花，贝壳花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这一针短针，直接这样进针，这边也是。好，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那为了让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线呢直接的到这个地方呢，到这个短针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把线拿过来，然后直接的这样进针，大家看一下，这样进针，然后勾过来，这样勾一针短针，我们看一下，勾一针短针，然后勾四针锁针，一二三四，好，然后从下一个短针勾过来，好，这是外勾，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勾了一针短针，这样呢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渔网针了。那不管是我们在勾多少圈，我们只要勾渔网针的时候呢，都会是在这个地方短针的这个地方进针。我们自己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难点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再试一下，勾四个锁针，那上一排勾渔网针的时候勾的是三个锁针，这回呢我们勾四个锁针，然后进针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位置这是勾短针的这个位置，勾一针外勾短针，两针并一针，这样的，这样呢又出来一个渔网，两个渔网。那下面按照相同的方法我们来勾织，一二三四，
大家在用这个线钩织的时候呢，钩织的慢一些，因为我们这个线呢，因为它是棉线，所以它的股数呢非常清晰，是这样的，一共是八股，所以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钩针呢要完全的这样套住，不然的话它会很不美观，如果是钩剩一股的话，如果这样的钩的话不美观，所以我们在钩织的时候呢，首先先慢一点，然后熟练之后我们再快一些就可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勾过来两针并一针这样的，再勾四针锁针三四，好，从侧面短针的侧面进针，好，两针并一针，一二三四，从侧面进针，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那同样也是勾出八个渔网针，一二三四，最后一个渔网针，我们看一下在哪里进针。那我们刚才没有别小别针，也就是我们勾第一个外勾长针、外勾短针的时候，就是对应的这个小辫子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啊，可能开始没有做记号，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渔网针对应的这个根部对应的这个短针上面的这个小辫子这个地方，我们进针啊，勾出一针引八针。好，这样勾出一针引八针，然后勾一针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看一下正面，这是正面。那下面呢，这是第四圈渔网针啊，整个花片的第四圈。下面我们开始钩织第五圈，那第五圈这个也是钩这样四个花瓣，但是在钩这个四个花瓣的时候呢，要和这个就是第三排的这个花瓣呢错开。我们看一下怎么错开。首先我们刚才是勾了一针的这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然后我们再从引拔穿过的这个地方呢勾一针短针。好，勾短针之后，我们这时候呢做一个记号，这是第五圈开始的位置。下面我们从下一个渔网针里面呢只勾一针短针，好，只勾一针短针这样的，然后在下面一个渔网针里面呢勾出贝壳花就可以了，也是一针短针绕线进针，一个中长针绕线，然后进针勾出五针长针，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好，绕线勾出一针中长针一针，然后再勾一针短针，这就是一个贝壳花。那我们看一下，那这个花片呢就在这两个花片中间的位置，这样就错开了。好，下面呢我们看下面的地方，我们从下一个渔网针里勾一针短针，好，然后在下一个渔网针里面呢勾贝壳花。贝壳花是由一针短针绕线，一针中长针，然后五针长针，一针长针，两针长针，三针长针，四针长针，五针长针绕线，然后下面呢勾一针中长针，一针锁针。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那贝壳花呢是由
一针短针，一针中长针，五针长针，下面是一针中长针和一针短针这样组成的。那我们下一个是勾一针短针就可以了，在下面我们还是勾这个贝壳花，那下面我就不再带领大家勾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把它勾就可以了，把这个贝壳花勾完。勾完之后呢，下面再勾一针短针。现在是第五圈勾的是三个贝壳花了，然后下面还有一片叶子，我们把它勾完。勾完之后呢，我们要和小别针的这一针呢做一个引拔连接，拔下来这个位置做一个连接，勾过来，然后再勾过来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五圈的完成之后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好，下面我们往下勾，开始勾第六圈。第六圈我们要勾一圈的渔网针，那在勾织渔网针的时候呢，我们要反过来，大家看一下进针呢，我们是在刚才勾渔网针的地方，这针短针这个勾进针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就这样进针。